個 PB 係幾多時間？51秒。51秒，幾時做？我諗喺大約半年前。咩個比賽？咩比賽？香港錦標賽。自己親賽係諗住點？其實諗住係達翻2008年奧運嘅 B 標，希望完成翻咁耐以嚟嘅心願咯。咁樣成功未？成功咗。有冠啊？嚇？有冠啊？係啊。同埋有冠金牌啊嘛？兩個金牌。兩個都係 B 標。係。五十嘅 PB 係嘛？五十嘅 PB。幾多時間？23秒03。23秒03。哦，係決賽係嘛？係半準決賽。游水幾耐？嚇？你游水幾耐？游水大約我諗10年左右。一直以來是其實是游背泳先嘅，但係後游咗背泳先嘅，但係後來就轉咗做自由式。咩改變咧？好大改變啊！我諗任何方面，即係教練啊，同埋教練啦、啊，轉咗教練啦、啊，轉咗訓練方式啦、啊，係好大改變。成績好好多。40。成績。係啊。因為後來教練發掘到原來自由式嗰邊嘅潛力比較多一點。原來係 breaststroke。係啊。轉咗 freestyle。Yeah， 係。轉咗幾耐啊？我轉咗大約有5年啦。係。奧運，你去過奧運啊？哦，未去過。係啊。因為係參加資格賽。我而家係有資格參加。咁不過未去成。因為去唔到啦，2008年嘅奧運，所以因為2008年去唔到，咁但係又即係完成到個心願，所以而家就想即係突破佢呢個時間。咁樣呢個時間係唔夠夠？夠去，做咩唔去唔成？唔係，因為之前嗰個去唔成，但係呢個而家去得成，但係2008年嘅奧運咯，過咗啦已經。咁樣呢個時間係變？比我個時間好好多啊！係，好幾多咧？好咗0.5秒咯。0.5秒。原本嘅時間係50秒9，而家又50秒4、8。咁樣留擺去唔成係嘛？係去唔成，因為之前冇入到。咁樣明年會唔會嚟啊？我傾奧運。會嘅。全部人都會嚟。未肯定住。未肯定住，不過你。係啊，我會嚟嘅。明年嘅聽講有咩目標咧？我諗要做翻50同100嘅冠軍。冠軍。同埋嚟緊可能會進軍200米，200米自由式。時間方面。我想會在大約目標是1:52左右。1:52。1:50。1:52左右。都有100米啊！50米。50米就我想要 under 23。23。